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蜜子，已经久不见的万麦系列。你们看刚才前面的混剪，猜到我在哪里吗？一分钱抢到了一个红心柚子。然后这边点的是一个特辣的潮式鸭脖，我们边吃边回味乐山本地人才知道的美食店。然后我今天边吃边做了一些记录，这是一个乐山版的潮式特辣。不辣耶，好好哦。同样的价格，同样的多汤，它的泡面单独用碗装。哎，果然每个地方的潮式特辣都不一样。到乐山第一顿，我们去打卡了一个苏集镇上的翘脚牛肉，说的是外地游客找不到，本地人周周月月吃的翘脚牛肉。它是一个上百年的老房子改装的，在苏集镇开了20多年。它的汤汁鲜美，就一点那种胡椒或者齁咸的味道没有，没有，非常非常的清而真而鲜而美。好，牛肉都是现切现煮现点的，店里面还有卖那个牛肉饼的。牛肉饼跟我以前在乐山吃的不一样，它的皮儿非常的薄脆，然后里面的鲜肉满满的，比较偏椒盐麻味。然后还有一个红汤饼的，馅儿都是爆浆的，很好吃而且不贵。我们一桌5到6个人也就200出头。重点推荐他们的那个火爆脆肠，嘎嘣脆，比笋都还要脆，爆好吃。想到这里，这是一口潮式特辣，都有翘脚牛肉的风味啊，汤在里面。第二家我们去吃了一个甜品，黑糖刨冰冰汤圆，一份12块钱。已经是秋天了哟，已经不是那么热了，还常年排队，很好吃。它那个冰真的是入口即化水。那家店我也不知道开了多久，反正年过半百的老人都在吃，然后一大家子吃的特别开心，父母带着小朋友，分量特别特别足。大碗儿，它是先装一碗冰，然后再放料炼乳，然后再加冰，然后给它堆成一座小山，最后淋上我们的炼乳跟红糖。它那个红糖真的甜而不腻，非常非常的清爽。他们已经达到了黑糖最高境界，甜而不腻，香而不苦，粘稠不糊嘴。我一分钱的柚子到了，这个夏天你们吃柚子了吗？赶紧的啊，这个天如果还不吃就要等明年了。看看水分足不足，好甜啊。你们柚子皮能剥得特别干净吗？有没有什么小秘诀？有没有乐山的朋友刷这条视频？我去的这两家店都应该是很正宗的吧，只有当地的本地人带你去可能才能找得到的店，网上渠道基本上看不到这些店吧。他们旁边那个炸炸也很好吃，炸土豆啊，各种小炸串，秘制的酱料一看就很地道，出了乐山苏锦应该就再也吃不到这个风味了吧。而且都是油卤炸串，还好回想他旁边也有吃的，要不然真的受不了，这种感觉真的受不了，不敢回想。那个油你还没进店就在旁边就能闻到那个卤油非常非常的飘香。然后它有锅巴土豆、狼牙土豆，还有各种蔬菜可以去选。锅巴土豆真的好吃到什么程度，给你们打一个比喻，在成都很难找到一家有这么好吃的，但在乐山闭眼找一家，随便进店一家都非常的好吃。它那个豆腐看上去特别好吃，豆腐是我在旁边吃薄冰的时候看见每桌基本上都在点那个豆腐，它是属于烟熏风味的老嫩豆腐吧。它外壳会比较有点像豆干豆皮的感觉，但是里面的豆腐肉还是挺嫩的，然后整体是烟熏风味。吃炸豆腐块一定要加折耳根，如果不加折耳根的话你就可以不用拿这道菜了，因为加折耳根那个豆腐豆香的风味简直升华了，是灵魂。我朋友说等会儿带我去吃另外一家锅巴土豆，不好吃。哎，谁知道那一家锅巴土豆就是我2-3年前来乐山拍的那一家烧麦，海汇源烧麦。我记得2-3年前来拍的时候也没有这么多人吃啊，而且还是下午4点多钟哦，非早饭时间。烧麦有一个肉烧麦，很多人排队在买，然后我们去隔壁店
吃那个锅巴土豆的时候，那个老板就说，他说都是外地游客来的，本地人都不吃他们那个。然后这一家锅巴土豆也是好吃的，然后食材会比上一家会更加的新鲜干净，油用的也会更加的干净一点，然后是一个老爷爷在经营的，而且特别的热情好客，一直在给我们介绍他们家的土豆怎么怎么样，他们家的料包多么多么的秘制，多么多么的神奇。乐山的锅巴土豆就是那种外壳薄脆，然后又裹满了糖醋麻辣风味的湿酱，然后一口咬下去，里面又是软软绵绵化沙的土豆肉，而且他们家的土豆用的也是高山洋芋，格外格外的香，就能吃得到土豆的一个香味，美味已经不单单是用一个油炸酥脆的快乐来形容了，是能吃得到淀粉香味在。嗯，还好在酒店点了个外卖，要不然真的没办法回忆。四川的潮汕鸭脖最早是在哪里兴起的呀？反正每个地方的辣度、食材好像价格都不一样。乐山的潮汕，它有半个猪脚在里面。这个是我点的卤什么肉呀？卤猪头肉吗？是啊，早知道备注我要肥一点的，因为那家卤肉真的好好吃啊，二十五满满的一大盘，空口吃感觉像个上海菜，肥糯而不腻，瘦肉不塞牙，然后切得非常非常薄片，卤入味了的一点猪腥味都没有，然后蘸点他们秘制的辣椒面吃，很好吃啊。超市的热辣大鸡腿儿，肉卤的太软了，你们吃这个超市真的一定要边吃边沏这个汤，太爽了，这是能喝汤的潮汕特辣，是属于那种咸热辣的感觉。哇，这个豆泡吸满汤汁，太好吃了，潮汕的特辣豆泡绝美。还有这个素毛肚，血魔芋，乐山独有的血魔芋，就是把普通的魔芋冻起来，然后再化冻，它就会形成像蜂窝一样的孔，它会比普通魔芋更加的吸汁入味。还有乐山这边有道名菜血魔芋烧鸭，哦，辣感来了，辣感来了，还有蛋饺，哦，这一口肥牛。嗯，好吃，热辣感现在来了，猪皮太爽了，怎么办，我吃过最好吃的四川潮汕居然不是在成都，居然是在乐山的，而且还普普通通点的外卖，乐山真的什么神仙美食之都啊，应该没有比我更便宜一分钱买这个清肉了吧，给你们变个魔术，猜这个点的是什么，我突然间猛地想起来，我徒手啃潮汕，我晚上起眼睛怎么办啊？这是民宿送的银耳汤。
哪些地方要吃猪皮呀、啊？我觉得猪皮好软哦，烧烤吃、麻辣烫吃都特别好吃。你们点超市一般必点哪些菜呀？哦，我今天这一波超市外卖100块钱。天哪，突然间觉得翘脚牛肉好便宜啊！我们现在吃的红心肉也是改良品种嘛，因为在我小时候里面的肉没这么紧实，没这么密，然后果肉没这么甜，它那个籽儿很大一块一块的，而且有点涩，但现在的柚子就口感吃起来会更扎实一些。小时候吃的那个柚子吃多了嘴巴会发麻，但这个就不会。哦，跟你们说件事情，晚上一定不要多吃柚子，要不然你会尿床。我特别爱吃柚子，然后我每次吃五瓣柚子，如果是晚上吃，真的我至少要跑3次厕所。你不知道为啥，它本来自己水分不多呀，会感觉吃了五瓣柚子，我上厕所的量相当于吃了一个西瓜一样。我要留个肚子，晚上还要出去吃烧烤、炸串跟一个那个叫什么面来着，听名字很普通的一个面，味精素面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，喜欢我视频的朋友可以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，名字与 Mary 3MS， 大家多多评论的，我在上面进行回复大家的。Thank you.